先跟在场说一声，不好意思，就是那个本来有邀请您参加一律师，他也是院里的公车义务律师团的成员，但是他今天身体不舒服，所以他今天就是请假，没有办法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但是我们还有高永成律师，然后还有在场另外两位院里的公车自救会的成员，今天会来跟我们就是说明院里。反风车抗争从最开始，然后到中间遇到了什么样的司法的追诉，然后他们怎么样在司法程序当中跟财团还有跟政府，然后来应对，然后还有到后来整个诉讼进行的过程当中，但是反风车运动好像暂时告一段落的时候呢，他们在院里这个地方又做了什么样在地的经营，然后组织的经营，还有甚至是政治的参与。我们今天在场有非常多，就是有参与过院里反风车抗争或者是各地抗争的朋友，那也有一些就是新来的，想要听到，也不是新来的，就是说刚接触这个议题，或者是说想要认识这个议题的朋友来到现场。对，那蛮怀念的，因为我其实大概也是一年，可能将近一年前，然后两年前我们也在哲学星期五，然后也是在这个地下室，在这个场地，然后我们也邀请过院里反风车自救会的成员，然后还有一些朋友来到这边跟我们分享他们当时的抗争。那个时候抗争还在就是很激烈的高峰的时期，但是现在呢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蛮多的转变，那不管是居民自身的，或者是政府，或者是财团，或者说我们必须要互动的那个对应的厂商，风车的厂商，绿能的厂商，不是绿，就是风力发电的厂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遭遇到了很多的或者正面的冲击，或者是负面的一些影响。那当然也包括我们居民乡亲自身的觉醒，有社会各界的声援，那当然也有就是司法上面，或者甚至行政上面的打压跟迫害。那这两年下来，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了改变。那当然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们发现，现场换人了，但是好像有一些事情没有改变，有些事情甚至变得更糟。比如说苗栗现在的财政状况变得更加的困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许多的事情发生改变，我们想要来听听看，就是月里的这些乡亲反风车的这些朋友，那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经历了什么？改变了是自己哪里改变了？那又改变了些什么地方？那也想要知道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家的行政或者是司法，那有什么样的打压，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改变？对，那对我们整个台湾的社会各界各个议题，有没有能够有一些参考的作用？那尤其是风车，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争议性的议题，因为好像我们当我们在反对，比如说反对火力发电的时候，我们好像会需要一个替代性的比较环保的能源，比较有序的能源。可是这个时候我们要选择哪种能源呢？那是不是所谓比较环保、比较有序的能源，那就一定没有任何的问题呢？那反风车抗争它是怎么开始的呢？也许我们就是先接下来就会按照一个反风车抗争运动的一个时间顺序，从这个抗争的缘起，然后抗争当中跟政府跟财团的冲突，然后接下来接着司法诉讼的进程，然后对于台湾整个大概社会运动或者说议题跟司法跟行政之间冲突的过程，然后还有最后就是院里这个地方，苗栗这个地方，居民是如何能够开始改变自身，然后甚至开始参与政治的改变，然后开始进行草根的组织，大概按照这个顺序来进行。好，那我们接下来也许就先请会长，我们陈金海陈会长，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怎么会开始这样子的一个反风车的抗争。你可以坐着讲一下，谢谢。今天又有一个机会来到台北参加这个讲座。以前讲实在，以我们这个年纪，从来什么叫讲座，我们都没有去关心社会的一些议题。自从抗争以后，我觉得各地办了一些讲座，然后我们把问题点
就是给不管多少人，我们觉得说今天来参与的人我们是非常感谢，但是我真他人告诉我们会用最实的一个我们怎么去看真那我们的经验，哦，我跟大家讲，阿玲，大家有那听有啦，哦，大家都听得懂。那个风车其实是在我们业余是从2012年的9月份21号开始起的，但是我们要追溯前面来讲，我这个陈卡伊朗代起的，对风车议题，当初我们讲实在是完全不了解，说什么叫风机症。风车要有安全距离，讲实在完全不知道。但是在我们乡下的一年一度的鲤鱼大会，我们就有知道说，听说沿海线要设风机，但是我们沿海居民，我们一问三不知，没有人知道要设风机，只是听说有风机要来。因为在我们隔壁的大甲船头埔，那个最近的都已经风机盖好了，然后往北就是后龙，通宵岛是还没有。后龙以北，我们沿线都看到风机那么多，讲实在真的很漂亮。但是当2012年的9月21号，我参加一场风机的施工前说明会，这场施工说明会。我就一种反应，就是说，为什么要施工了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一个风机要设在我们这个沿海居民？为什么施工了叫做施工前说明会？当时我会产生疑问，就是因为从这个时间点，风机既然要来盖了施工前说明会，我们就很急、很赶快的去到。就是隔壁的乡镇里面去打听，哦，原来风机会吵，啊，至于会吵有什么症状，想实在都不知道。后来隔壁这个也是我女儿，网络就比较先进，我不要帮我，他就从那个台北三支，他们从日本，可能他们的风机哦，就这个风车力能的可能提早我们。可能一二十年，我想应该有了。哦，原来风机有风机症。然后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点来了，我们就开始联署。那联署当中，就是我们乡下人有一种叫做什么？那个乡下人那个知性情，草根性。我们是怎么把这个风机抗震的过程大概解释一下？我们很用心。我们比那个险景啊，这擦鼻混都还有心啊！一场，你看我们就一个底，一个底要分一场、两场、三场，擦鼻混，各种心来听。当初我们慢慢收集的资料越来越多了，说这个风气不好，我们必须要出来抗争。是每一个人一场一场的办说明会。其实这个或许。一些政治人物他炒米粉是为了他要当选，但是我们是为了土地，这块土地一些环保问题不着急，至于人治的健康问题，我们是从这里慢慢来。当然这个过程经过一两年的当中，这个细数我们大概讲一下，说我比较深刻的一点就是抗争当中我才真正体会到，我原来讲实在，原来财团跟政府是挂钩的。我今天插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要出发的时候，刚好一个这个太阳能发电的，我说这个太阳能为什么我们政府不去发展？他说我们不是财团啊，政府在做的事情都跟财团大财团配合，哦，我简单。我们要出发的时候，刚好一个是做这个太阳能的。当然，我从这里面我讲两个，今天刚好
幸好我们这些律师团大律师在这里，有一个两件事情，重大的事情。当我们抗争，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什么现在我们院里反动车之罪有一个十一人案，包括一个二十人案。那十一人案当中是我一个，我那天是怎么被抓的？讲实在，我们是有计划性的在说我们怎么去抗争，但是我们的头头都被抓走了。我一个会长，当天我是没有这个冲到这个工地上面去，但是我看到都被抓了，没有人支持了，我就会相信说，那我们就上去跟叫他们暂停施工，施工我们沟通协调好。如果说沟通协调，我们这个理所当然可以做，我们就给你做。你完全不沟通的情况下，你强硬要施工，我只有跟乡亲讲说，那我们要不要上去？他说，乡亲说好。讲实在了，人家被抓的还值得一点，我被抓的就不值得。我这个远远的击中，脚要踩上去，就所有的警察都把我压住，把我手铐扣起来。我是这样被抓的嘞，我要尊重乡亲的意思，看我们这个到底要不要说叫他们暂停施工？我们怎样叫暂停施工来跟我们沟通协调好不好？乡亲说好，我就拿一个那个等一下那个大声公，我这样就被抓了。我们十一案当中，当然当天我看到一个最不可思议的一个。那个台北的那个黄文庆，这个也是来自演的北海岸的一个黄文庆，他跟警察讲话稍微大声一点就把他铐起来。最不可思议的又一点是什么？烟华威，我永远记得这一幕。烟华威一个财团的经理，林国基经理，他坐在汽车上跟警察讲，这个抓起来，一个财团在主导的警察要抓哪一个人啊？所以说我深深的体会到一点，就是说我们包括我们的警察真的是烟花灰。有时候我会记得讲燕里分事所，说烟花灰分事所，我经常在跟我们燕里分事所的警察讲，你们就不是通宵什么燕里分事所，就是烟华威的分事所，你怎么可以这样呢？然后二十人案有一个很大家，当然有些当场我们这个学生有看这个学生，有些学生也在现场。哎，有些来讲啊，当然是透过这个机会传播出去。二十人案当中。最不可思议的不是台湾的事件，是国际上最丑陋最丑闻的一个警察的事件。可能大家刚刚这位先生的讲，在电视上的没有发觉到院里反动车的到底那反动车的比较细的一点，可能等一下我会补充一下。一件丑陋的事情竟然那一天警察大概有几个排一排那个大概有100个警察，可以从这个里面有录音到的、录音到的，有一个声音是我的，我记得我是何，我跟警察先生讲，里面几十个保全、几十个乡亲，播出来大家都看，乡亲都扶老乡亲，那个保全都是体格那么壮的人，是保全在打乡亲呢。竟然警察，我跟警察讲说，警察先生，那个保全在打乡亲的会打死人啊！警察在现场是怎样？今天我们面对的警察不敢看现场的呀。打比方，今天我们这台飞机人在打架，他不敢看现场呢。每一个人排排队，向后转呢。你看你看那个场景的话，但是你，我觉得这样反而是激起我们乡亲的一种团结性。
你越打越没有理由的来欺负我们乡亲，我们愿意反动车，有一个到最后有人跟我们讲，你们愿意反动车真的是讲不出那种别的地方没有的，你就越这样越打，我们人越多，从一人被抓，两人被抓，十一人被抓，抓以后又变二十个人，你看你越抓我们乡亲，然后那个草根县啊，它有它的特质在里面，所以说我大概几周十一人案我是怎么被抓的，每个人被抓我没办法稀释，但是呢二十人案进来的这种警察现场再怎么打他背对不敢看，当作他没看到。我大概讲说这个法律层面就是感谢这个高立成，我们有一个律师团来到帮我们今天打这个诉讼，这个是也给我们乡亲一个很大的鼓舞。您刚才有提到说就是风车的一些危害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些细节，那么想我们再说明一下，就是院里的乡亲主要是因为哪些原因然后聚集在一起，那是因为距离的呢，还是就是他英华威有跟你们做过哪些沟通，那这些沟通是有效的吗，还是说他其实就是虚应故事，像其他的一些财团一样，就只是我开会然后跟你讲啊，你什么意见我没有在乎，对，他们到底是怎么做。那我是先想说你现在两点就是说他的危害性，其实去2012年的9月21号，我们知道风机要来了，想知道我这个蛮急性子，我当天就调了一个地方，到隔壁的传统部，刚好去问说，用木树大概400公尺，我问说你这个风机在这里会影响的什么？那个和尚就跟我讲，他说东北季风一来，轰轰轰，就这样，听起来有弦了哈，有气筒机底下的，因为是当时他描述给我记得轰这样。他说，今天东北季风来了3天或5天，有时候东北季风他白天整个24小时在晃，就算今天晚上停了以后，整天在这样晃的话，听这种声音，连今天一没有轰的时候，他在睡觉都感觉到轰轰轰这样。你看，人家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不知道这个几率是对不对的。整白天都是这样，那晚上他也是这样被带动，所以说我就知道这个风气不好。刚好我们2012年9月20号施工前说明会的隔一天，我们乡下人看到我们亲戚，他刚好知道我们昨天开了一个这个我们西田里开一个施工前说明会。乡下人在红绿灯在等车的时候会打招呼，红绿灯会停下来打招呼的。他就问我：“您昨天开那个施工前说明会，他不知道施工前，他知道说我们跟烟花会开这个风机的问题。当然我刚刚讲这施工前说明会，他就跟我讲了，我们黄泥里哈，我们院里有一个白鹭鸶保护那个算是保护区。”当然，当时我不知道多少白鹭鸶的。他说，那个隔壁镇的大家做了以后，白鹭鸶都飞走了。那我就想，动物可能敏感性比较多、比较大，他们就栖息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会想到一点，因为他那个地方哦，离我们的西边是有一段距离。800公尺，就西滨快速道路。他那个保护区离那个西滨可能800公尺都有。当然，他飞走的时候，他飞到什么地方了？就在我们住的地方，西滨底下可能30公尺不到。他说飞到那个地方去栖息，当然分散了，可能500尺到这里，500、300，他们各自去找地方了。一个这么好的湿地，他们待不下。我现在讲的那个例子就是说，到某一个地方离西滨底下30公尺，我们晚上都有那个拖车，空空空空，它就可以住在那里。那为什么
离这个风机离那个西边那么远，我就觉得说这个不是空空吵声吵不了它，是低频的问题，风机的低频，风机的低频。那当时我就想，既然鸟都可以飞走，那我们人呢，我们房子在这边，我们背不走啊，所以说大概一些议题会讲给乡亲，就是讲说明你慢慢一些讲给乡亲听，把那一种抗争的凝聚力慢慢的结合，这个是大概我们当初就是了解的是什么起源，什么是抗争的。那另外印华威跟我感应就是沟通，有跟你有沟通吗？还有或者是说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沟通的当中来讲哈，我这个人当中哈，我讲到我很现在抗争啊什么，我都听说人家你要讲话要小心啊，你会被人家录音啊。我是不是跟人家当场我要跟人家录音？我敢跟你讲，我讲到话什么叫录音机我没有用过，但是嘞，我讲一件代志。我刚跟英华会抗争的时候哈，我连接到三通电话，但是我只要我简单概括，我跟他讲说。今天抗争是地方性的，是整个台湾的社会议题，公私要分明。但是英华威第四通电话打给我，那是第四通电话就讲得很硬了，有点讲实在了，是有一种恐吓性的。我这个人哈，讲实在了，既然你要抗争，你绝对到最后。你不能对不起乡亲，你不能对不起乡亲。既然要抗争了，你没有已经假设到最后，没有考虑到个人的什么立场都没有，不能考虑到。如果今天抗争的过程考虑到个人的财产包括生命，讲实在没有今天这个完美的结局。虽然我讲是完美，但是还是有点遗憾的地方。所以说。我只有用一句话回答他，用恐吓的语言来讲，我只有说奉陪两个字，我只有想奉陪两个字。当然里面你刚刚问到说有没有人在跟你讲说什么这个协调，有跟我们李明协调，到挖到政工所协调，到挖县民协调。但是呢，当初我们一开始抗争，我觉得这个协调性很好啊，可能达到说某个地方太近的话，他不要做啊，对不对？他同意就给你做，我们当时是抱着这样想，但是讲到最后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因为他坚持的就是没有离岸的，没有离岸的。那没有离岸的话，我觉得说这种协调性不构成一个财团，倒不如不要去跟他。当然，我们过程就跟他协调过好几次，但我觉得说抗争的过程。我现在回想起来，倒不如不要跟他做，他没有诚意啊。他既没有诚意的话，那个乡亲只要开一场会，那种疏漏感，本来抱着说这个太近的地方或是哪里不要做，或是远一点，你距离稍微远一点，都抱着这种希望。但是每一场的协调会以后，乡亲的那个情，这个数据会低落。所以说，就是我从这个抗争跟他接触的。所以说，跟一个没有诚意的财团，你不要去跟他讲什么协调性。这个是一种，当然有诚意是好，大家双赢或是什么都好。只是你刚问的就是这刚抗争的当中的一个问题，我们曾经有跟他协调过，没有用的。那个陈会长，我也最后问一个问题，您觉得？应该说，现在其实是有条件的，让一些风机它可以施抓，有一些是拆除的状况嘛。对，那您对这个结果，您觉得满意吗？或者是说，你觉得还有没有什么地方，可能你接下来或者说你一直以来觉得还需要争取？对，比如说距离的问题，或者是说法规的问题，或者是说你觉得还有什么？或者是说像这个厂商，你觉得还？还能够跟他共存吗？或者是说要在什么样的条件底下，你可以能够接受现在这样子的结局？这个有
虽然是在夜里抗争，当然应该这么讲，我们抗争的过程，但是我到现在没有中断。虽然夜里，我大概跟他解释一下，总共有24只，但是经过我们抗争，有些黑箱作业，第一集他有分三集，总共是14只，第一集有落珠，第二集几只，总共三集分了14只。那14只来讲哈，其实里面他的黑箱作业，我这个讲，可能时间会被拉太久。不会，没关系，就是这个14只里面就被我们夜里砍掉6只。为什么6只？通宵2只，破笼2只，刚好10只。他是有什么黑箱作业？这个老这讲实在，这个是也我们很认真的一种去查到一些资料。我大概解释一下，这个我们这次有这个250公尺的这个海岸线，这个海岸线哈、哦，这个叫什么记忆？这个250叫什么？250的距离还是风机之间的距离？它就是有250公尺的一个距离，但是那个时候也不是说设定你的距离，不是真正的说250的不能带。建议值啊，我们政府有一个建议值叫250公尺，但是建议而已，但是只要你相信同意，100公尺、80公尺都可以带，没有强硬说250公尺以内也不能带，它一个建议值。那今天你们刚，我大概讲一解释一下，他在约的地方，他来做民调是怎么通过的？里面的黑箱作业，我刚讲的砍掉10只是这样，里面就跟你讲，做防调的时候说，你认为核能好，火力好还是风力好？但每年大家都觉得说，我想在座都是风力好啊。那风力好之外来讲，他就有一个话题了，他今天到甲方的地方。来跟你说风力好，那我在乙方，在某个地方设一处风力几号的这个一处风那个风力发电好不好？你同不同意？啊，人难免会有去疏泄嘛，反正都不在我的家的前面，那隔壁的比离一公里都同意。哦，这个问题来了，叫做黑箱作业，明明就在甲方的对面，100多公尺。离近的有100多公尺、200公尺，明明坐在你家的对面，那你为什么你来问甲方？你说你要坐在乙方，所以说因为这样被删掉10只。当然时间充裕，我讲这个10只的内容。即使我们今天没有来参与的一个夜店会副会长，啊，我们夜堂里就是他的代表，我们每个里有一个人，夜店会我们副会长他的儿子很参与这个现场。他这个太可恶了，结果他就把这个东西哈，他这个造假的贴，这个是伪造的，是一个造假黑箱作业，他就把这个东西送给环保署，环保署当主委啊，他最早是给环保署，环保署说这种类似台湾这种，这个是算小疏一桩，这个是小事了，小疏忽了。结果讲实在了，他心里不平，他就把这个文又送到装潢武器，他环保署回给他的又把这个文送到装潢武器，那装潢员看看大概也讲了，反正马总统，你今天9%就是有原因，你的官僚就是这么差，既然这种事情有黑箱作业，说这个是小数一桩，跟你讲也没有用啦，只是。跟你说有这种事情啊，但是你也不会解决啊。想不到我们这个总统府真的是听到这种事情，重新叫指令叫环保署这个事情重新审查，所以重新审查那一天我们相亲哈，我们记得到晚上可能到10点，大概10点啊，11点，我们记得是抗争那么累。那天出来哈，看着大掉下眼泪。环评委员说这10只删掉，这抗争第一次接到的情况是这样。那10只当时在目前我们讲的6只这样，撤销环评就是这样来的。还好没有我们送到装潢武器，但是我想不到装潢
总统不会总统会有反应的，哎，都有反应，没有所以都删掉这几支，大概是这样。哎，那法规的部分刚，法规的部分有进展？法规的部分哈，我刚刚讲的抗争，当然从我们一直在做，我们在抗争，但是我们坚持的还是正当性的要一个安全距离。但是这个安全距离，讲实在的，或许哪一天靠各位，我爸爸更大的能影响的力量，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法规的安全距离弄出来。以目前来讲，是也是一个段落，但是我们的安全距离我们没有放弃，我们真的是没有放弃。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影响多少，这个是必要的，因为我也想说，今天我们沿海县那么多我们老祖宗到这个地方来，我们不想说希望说一个土地，讲实在了，我刚刚讲这种财团你容许吗？我们不希望被财团霸占，但是我们不忍心看到我们沿海弱势的乡亲，这是生活在这荒居底下的吼吼，讲实在，希望大家哈，用一种这个对弱势团体的支持，哦，以后有机会，这个法规的安全距离，哦，靠各位一下。那我讲大概一个礼拜说这个距离的问题，大概一个星期以前，有一个韩国的记者专程来到我们的反风车，来了解说风机到底是怎样。那我们就德国了，哎，不是很好，叫错了，德商刚好是那个德记者，他跟我们讲，他是跟燕华威，刚好燕华威是德国的德商，他的叫 Enercon 是吧？有一家公司叫 Enercon， 跟他进火商是在也是这个德国，他说跟他同一个地区专程来采访，他知道印尼为什么风机，台湾在反风机促进会、反风车促进会专程到印尼，那我们就把他带到最直接的大甲的这个五甲庄，啊，他去看了去仿掉什么吃安眠药啦，这个人一家三口都生病，五十几岁哇，我还以为是七十几岁。对啊，51岁，啊，一家三口，他妈是生病，而其他几家人都不讲了。他最终哦，翻译的讲给我们听，他说不可思议，台湾的风机竟然可以盖这两个，有80，那天最近的是80几公尺，大概有80几，就会有90、100、100多、200多。他说不可思议，后来他补充一句话。他说他们韩国800多处的，哎，德国不好意思，我现在怎么会今天对韩国讲？他说讲说这个德国哈，800多处还在抗争，他们800多处在抗争呢，距离太近了。刚设的时候他们就是住店800，啊，结果现在800多处，大家已经感觉到有困扰的情况下，已经在抗争，要求啊是1公里半还是1公里半？他们是要求这个，我说那你要求多少？他跟我讲说他1公里半，还是1公里半？你看德国800公尺，那我们台湾都没有80公尺啊？对啊，我们台湾最近的那80。最近我讲一个最近的27，就是在大甲，大安27公尺，那27公尺以后整一个主要线嘛，啊，每次我们这个。不管什么记者啊，什么采访，我们带到那里去27公尺。到后来，那个有人住哦，不是没有，因为为什么？因为经常人进去，那就要看就好了，看这个房子跟这个27公尺，啊，外面都有晒棉被，有晒衣服，怎么会没有人住呢？后来，就干脆外面挂一个烟花为仓库。就挂一个烟花会仓库，在住家外面挂一个，哎，就挂一个烟花会仓库，因为这个对整个台湾社会
这个是你没办法去交代的，怎么可以出交那么去交代？而且这个代表当中来讲，某些人来讲哈，不懂得轰击会吵，当然可能他会讲一些，我说讲只有讲利人哈，没有讲从来不讲轰击的优点跟缺点在哪里，缺点完全不讲的。哎，这个事情你看看。大概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再追问。那先谢谢其他两位长。啊，我对拆掉两次的，我没有讲。OK， 第二轮，等一下再补充。拆掉两只的部分哦，就算还可以拆风机。谢谢会长。那我们接下来请高律师来帮我们讲一下，就是在诉讼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整个台湾最近就是社会运动，还有各个议题抗争当中。遭遇到很多诉讼上的讲难听叫追杀，而讲好听点就是我们跟司法还有跟行政还有跟裁判之间的对抗，有什么样的状况，有什么样的改变？这样，谢谢。谢谢八六。各位好，我来泽武大概第三次，但是今天其实是我最心虚的一次的原因是因为严格来应该这么说啦。其实今天应该是林三家律师来，因为林三家律师他今天生病了，但是他对于这个院里反风车他参与最深。我刚刚这个陈会长所讲的所谓的这个所有的返品的重启，从这个再审查，然后整个撤销的程序，对整个程序，大家是林三家律师帮忙最多啦，那当然院里反风车的运动也是这几年来少数最后其实是成功的。就真正就他们来讲是成功，是因为有两只公鸡，等一下陈会长再补充，有两只公鸡其实是拆掉，就是本来还没开始运作，但是就是把它拆掉，因为协调成功，包含除了刚刚撤销以外，就缓兵撤销以外，那这两只也的确确是因为他们的这个主家实在是太近，所以主家太近，对，所以整个拆掉，所以算是。最后的诉求是最后的诉求是有成功的，那当然等一下慧玲会再补充说，当然不以此就说他自己的部分成功了，好像应该是要留一些什么东西下来，我想这慧玲也会再补充啊。那事实上是林三家律师参与最多，包含整个诉讼，那原因是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律师有职业的限制，所以职业限制就是比如说我是台北律师，我要加入台北律师公会才能够在台北职业啦，那台北的话很新北，那我自己没有加入苗栗律师公会就不能到苗栗去职业，那所有的事情都几乎是发生在当地的抗争都发生在院里，那一定要到苗栗地院去，要加入苗栗公会才能去苗栗地院开庭啊。那我刚刚算了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反风车运动而起的案件，刑事案件跟刑事案件，大概有八件被告。这个被告里面包含了学生事工跟自救会向心，哦，一共有八件被告，有一件告人啦，有一件告那个保全，我们那个保全，保全其实除了保全，我们还告了英华威的总经理，总经理跟副总经理，可是最后总经理跟副总经理，他们是来台北告，那所以台北的部分我有参与。那苗栗我没有入苗栗律师公会，所以苗栗部分我没有参与。那苗栗呢，八件案件大家可以理解吗？八件案件执行以后就要放烟花，对对，一波一波这样子来。那当然需要各地的这个义务律师能够支援，所以有台中的，有苗栗当地的啦。那当然像台中的话就是柯兆振律师哦，谢英吉律师，然后。新竹在地的，比如说像现在时代力量，现在的邱衍智律师，新竹的律师，然后他们都很热心哦。那要协调这样的律师团，其实也是不容易的事。所以当初林三家律师就讲说，那这个高律师本来他最早是找罗秉成律师啊。那这个有一个插曲，我等一下我特别补充啊，就是。原先最早其实是罗秉成律师要来带这个律师团，那个时候我是在检察官评鉴委员会当会员，
可是当真正案子开始要运作的时候，真正要律师团要开会的时候，刚好我卸任，那罗律师变成这个检察官研究会的委员。那刚好两个颠倒，所以罗律师就讲说：“哎，我们这个案子跟检察官的评鉴有点关系哦，这我等下补充。”那他要进去了，那我卸任了。说：“哎，那你要不要换你来带？”我说：“好啊，义不容辞啊。”那你参加律师应该真的很辛苦，那要协调这样子的律师团的工作是不容易的，就是。所以我们常常开会哦，几乎案子此起彼落在进展的时候，几乎大概每个月快的话，大概三个礼拜就要开一次会，就要把所有的律师都找来，然后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去盘点。要怎么做？要怎么做？怎么做？所以刚刚所那个陈会长讲，可能各位听不太懂，就是有所谓的十一人案，就是有十一个被告，有二十案，有二十个被告啊。那其实在场也有很多被告，那被告其实比我们，就是说，因为我没有在苗栗开庭，没有真正陪各位到苗栗去开庭啊，我是在台北啊。台北当然后来是有告人，大概有温湘清是作为告诉人。那台北也跟我参与，但是因为我是律师团的召集人啊，其实是双召集人，另外一位是林三家律师。那我们两位召集人，但是会要盘点所有的案子在，所以我大概都有了解啊。然后我们事务所因为毕竟我们事务所的律师比较多，所以虽然我自己没有参与，那我也有协调事务所里面有加入苗栗律师公会的律师去参与。那当然像已经在东，已经在京都，好像也在京都哈，那个。林志律师，然后到七月底要离开了，我要去当法官了。林长业律师，长业律师在当法官，那他们都一样都是会很热心的参与在这里面，所以他们的贡献其实比我多。所以我想说，我今天其实有点心虚啦，好不好？被告在这边讲的都会比我深入。那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说，风妻当然事实上。像慧敏去查，用风妻症候群，在今天那个相关的资料里面就会有。那低频噪音很容易产生忧郁症，那忧郁症是非常可怕的，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它是一个很可怕，严重影响整个人生活，对对对，现状方面，对，重的啊就是会自杀，重度的忧郁症就是会倾向自杀，那个真的是很可怕，就我自己的朋友是这样，我很清楚，就也有朋友已经复原了。他就说他回想他回想当时的状态，对，是他觉得真的是非常可怕，是很难理解说为什么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会到那样子的时候会有那样子的行为哦。所以大家理解说，风妻离住家离这种正常的生活环境太近的时候，它所造成的影响哦，它是很难去评估的哦。那基于这个当然是一个基本权利嘛，我们健康生活的权利当然是一种基本人权。那大家可以理解说，英华威吼，那在台湾叫通威公司，不理解的人，大家会觉得说，它是绿能嘛，它风力发电吼，好像没什么不好，它就是利用就是自然界的一个能源吼，它就是一个自然能源。那为什么会有人反对呢？那其实说实在话，的确在反风车这等一下会后面，在反风车这个案子。也的确当初也产生了不同的分析，就是说环保团体甚至于包含环保团体在内都会有杂音出现啊，就说它是绿能嘛，那你现在你连风车都反你已经不要核能了，那你现在你连风车都反，那你到底要什么东西？但是事实上这就是一个更细致的辩论，所以更细致的辩论就是更细致的思辨啊，更细致的思辨就是说，好，今天它虽然是利用的是绿能，可是它毕竟还是人工的东西。但是人工的东西真的合乎到环境保护吗？那这个环境保护对于人的影响，或人跟自然这个关系如何，其实是要更深的去思辨。那在这个案子，就像陈会长他们讲的，他们在地的人最清楚，就是你只要去问一下后人，问一下大家，他们苗那月底的时候还没有在九月二十一号，2012年9月21号开说明会之前，一直要去问，就会发现说，好像不是外面所想象的那么单纯，就是它有一个更细致要去思考的东西。那这样子的抗争出来的时候，还是我讲的，也有一些环保团体是有杂音的，是有杂音的。那英华威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说他们这个运动为什么那么困难，就是他也可以利用这种双面性，就是说，你们反核能嘛，那我现在我是用绿能的，
那我英华威德国先进的这个风力发电的这个公司来，当然是你们台湾的，尤其台湾其实也有的确，因为台湾有个北极风，的确也有风场是合适的。但这个是我讲更细致的区别，来说，其实风场合适也不必然要盖在这个人口稠密区嘛。所以那这个当初大家都不懂，但是一样，他这种不懂就是会有财团会上达天，会有上达天定嘛，就是可以跟上面就有，所以大家可以理解说经济部经济部能源局，那这个东西是他们的发展这个绿能，一定是他们的既定政策嘛。那有绩效的东西，对公务员来讲说啊，对，你看我们这个台电，除了我们燃煤，除了核能，我们现在也在发展电力啊，这个符合这个世界潮流，符合民众的需要啊。为什么你们还会反？你们不会反啊？不会反的时候，他就是自己先假定了民众会接受，所以他们整个的那个都已经谈好，几乎都是已经谈好，包含这个刚刚陈会长其实没有讲说，大家以为说抗争好像都只有在院，不是，他们到能源局好几次啊，是到经济部能源局，好几次到经济部能源局啊，然后这个能源局如何的敷衍他们也是这个点滴在心头，非常的清楚。那陈会长自己也有缺失，我想这个但 这整个抗争的过程是很辛苦的。那也是我讲说，因为它有一个貌似合乎环保原则的一个名称哦，风力发电，好像他们的反抗就是很不理性。其实他们最早的时候是很辛苦，就是那个辛苦可能比一般人就是那个物理化位置在他们身上，而不是在说一般的反堕天这个就是国家暴力，不只是这样而已。那个物理化是在他们身上，那里面这个连一个好的政策，你为什么也对对对对对，所以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经过这样子长久的他们的努力，那学生们也看到了，就是、台北的一些学生们也看到了，所以一样都是熟面孔，就是早期乐声哦，后来华光哦，然后绍兴社区，对，绍兴社区各个土地，王家林苑哦，啊，整个也开始了解到说他们这样的抗争不容易，那一样就是学生们也下去帮忙。那帮忙呢？不是说，当然大家可以听到前几天是教育部的那个从教育部嘛，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11人和20人他非常的离谱的原因在于说，它就是一个集结，就是民众声音的集结，希望现场的工程能够暂停。对，能够暂停，说明明就是一个还在进行环评重审的一些案件。然后施工许可是有问题的一些案件，那很明显的，他们获得的资料就是如此。经济部能源局或者说林淑芬委员出来协调的时候，英华威也通威也答应说好，那暂停施工。可是没有啊，就是偷偷跑来给你施工，然后找了私人的保全公司，排除万难要开路就进去施工。学生们跟这个自救会去乡亲们呢，其实就是觉得说，你们就没有合法施工许可，然后这个东西是我们还在协调当中，为什么你们就硬来了？就真的有点像又是天安门事变那个坦克车开来了，他们就是就是怪手开，对，他是怪手开了，对，他必须要去挡怪手，就是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抗争的一个强度。以我来看，就是以法律的角度来看，其实他真的是已经到最后的手段，更何况他们只是其实当然有一些什么。当初有些那个抗争是绑在那个工程，那个风绑在风机上面，用铁链绑在风机上面。可是照标准来看，它其实也是一种表意自由啊，它是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展现。它绑在，它是展现说，你们今天没有获得这个民众，没有跟民众中间做完顺利的一个沟通的时候，你们现在就要来蛮干。那我们只是在展现我们的意志，然后事实上是和平的。并没有反过来说，直接这个乡亲们就拿着什么样的武器，对，来攻击这个保全，来攻击施工人员，完全没有哦，他们就是一个和平静坐哦，当然不要记得我讲的，可能绑在这个被动坐上，对，顶多就是这样子。结果就很有趣啊，就是这个整个的那个财团的势力，就是由上中央到地方哦，苗栗县政府早就打点好了哦，那。甚至可以指挥警。对，那所以警方其实也是为了这个财团，就是像刚刚陈会长讲，
乡亲们被打，这个学生们被打的时候，他们是反过来当作没看到的。哦，那甚至于就是这个他们的工地主任指挥逮捕谁谁谁谁，十一人案跟二十人案就是这样子。所以律师们当然也看不下去，那前仆后继的也愿意替他们做这样的一个协调。那我刚刚讲说，我算过大概是八件被告，那八件被告里面有一些其实在地检署又不起诉，哦，也有一些不起诉，然后有不止第一人案、二十人案，有所谓的五人案，还有个别的哦，也有两位，那不起诉的大概有两件到三件啊，直接就不起诉就结掉了，因为这个太明显。那有一些其实是一审、二审到二审都判无罪的也有。那二十人案就是最近才判决以后呢，什么罪？一审判无罪，夸张的是检察官还上诉，检察官还上诉。那我真的觉得检察官上诉是真的很夸张啊，这跟我等一下稍微补充，就是检察官评鉴有点关系。所以大部分的案子，除了这个风机顺利的拆除，那还符合最早的抗争的目的以外，哈，达成抗争目标以外。多数的刑案的确都没有事啊。那不过陈会长那时候能源局的部分哦，北检真的是在天子脚下，北检真的很正直啊。北检很正直，就是说当初那个陈会长在能源局的抗争的时候，也被当手模移送，被手模移送去。那个检察官他主要是因为另外一位被告，因为他身体的关系，他不堪负荷再跑到台北来应讯啊，所以后来我们的解决。那检察官当然就想说啊，他后来要把起诉。悔过书没有其他改变，写过。那陈会长其实他刚开始不愿意啦，但是为了另外一位小姐，对，作为另外一个小姐的身体的考虑嘛，后来是一并还是把起诉掉。我觉得陈会长可佩的地方说，不然其实我们也愿意陪他打到底，我们也不相信说到能源局一样，他是一个诉求，就是一个。就陈彦奇那一场也是跟教育部的很像，只是他们相信是环境，不过他们还对，他们还没到经济部的这个建筑物里面。他们就是在那个重品，就通被抓就结束了，这个包警的通把他们抓走。但是很明显就是说，那一次就是他们听闻说能源局已经要重新给许可了，就是在一年的展业许可，这个孰可忍孰不可忍嘛？那明明你在立法委员协调说你们答应什么事情，通通都没有啊！能源局也讲说怎样啊，当然最后理解说，也有可能是因为抗争成功，但是有那样子的行动导致能源局不敢再核发这个延展许可。也有可能是这样子，最后当然没有延展成功哦。那最后是当然是协调，最后跟通威达成共识，两次东西拆掉了。不过这整个过程当中，律师团的见解认为说，这个通都是言论自由的一个展，就是表意自由，就是乡亲在地民众的声音的一个反应哦。那包含学生志工也是来帮忙哦，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多数都无罪嘛，多数都无罪。那即使被起诉到一审，大概也还无罪。那最近比较危险的，听说是九月的那个五人案的那个传案。五人案，但五人案那个，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说，他其实也没有非常激烈的动作，只是说，那个很明显就是警方他在收证的时候采取特殊的角度啊，大概是用就特殊的立场去处理嘛，看起来好像是有这个妨碍公务的一个状况。可是大家可以理解哦，就是警方的逮捕啦，就是你总是会有肢体上面的挣扎，对啊，这种跟妨碍公务真的有相同嘛？或者说，这个警方要进来，好像一样，就是我这个真的符合妨碍公务，就是他们的主观的故意有成立嘛？哦，那但是因为遇到不同法官，不同遇到比较不顺利的法官，说法官就会觉得说啊，就是去找主任事的法官就会认为说你是。所以五人案有一点不乐观，不过我们还是会上诉的。那其他的话，原则上八件大概七件，那几乎都没事，哦，几乎都没事。那反过来是剩下一件是我们告这个保全的部分，那其实后来也起诉，但是我们那次告其实是连通威的总经理跟副总经理，总经理跟副总经理一样北检检察官，这不可能。就没有翻译人多，没有，或者说认为说他们的高层不会去管到真正下面的保全大人嘛，哦，就认为说这个跟他们无关，所以也不起诉，那我们在意也没有用，哦，那最后就是起诉保全。那保全其实就是像这个陈会长能够理解，就是他们在现场，刚才你看到的保全，真的他们跟乡亲不一样哦，乡亲就是在地的父老，
那保全是每一个都是身强体壮，看起来也有的就是像黑道，有自会有恐惧感，所以我是觉得他们这个抗争是非常了不起，就是要克服生理上面、心理上面的这个身体上面的差异、心理上面的恐惧啦。那我最后也是补充那个为什么要说那个对那检察官，就是大家晓得十一人案跟二十人案差两天啦，就是102年的4月27跟4月29，那主要就是2013年102年的4月27跟4月29，那主要也是因为他们要来施工，那他们有个静坐啦，就是在做示威啦，做在工地做示威，对对对对对，好，那警方当然就是采管指挥让他开出嘛，就逮捕。那11人案跟20人案为什么的原因在说，大家知道4月29号，我现在讲20人案，4月29号的发生在后，就是意思说前两天前有一个11人案已经被逮捕。那大家知道说那个逮捕，就是像这一次的那个教育部那个高中生一样，逮捕以后就是警方那边会做笔录，那做了笔录以后就移送检察官，我们叫做检察官。其实移送念检察官，就我们律师的角度来看，都是很恶意的一个做法吧。哦，所以恶意的做法是，我们那个叫做法律上面，实务上面的专业名词叫做随案移送。随案移送就是说我今天有逮捕，逮捕以后呢，我厘清过有几次检察官，检察官说要移送就移送。可是多数啦，检察官因为不在现场，也都是听你警方怎么说嘛。你如果今天警方是善意的话，他就可以跟检察官讲说啊，今天都学生啦，哦，虽然没有错啦，我初步是这个通威或者是保全公司报案，那报案的话必须说有冲突，说有纠纷，我去排除，排除以后就是逮捕了一些人说，厘清案情，对，厘清案情，但是我就觉得啊，他们是学生嘛，哦，那应该没有什么，一般警方是可以跟检察官商量讲完说，哎，那我资料都留下了。笔录大概也不错了，后续是其实我们建议上面可以先让他们回家，也不用保，也不用什么，这次像高中生都要1万块2万块，以我们念法院来看，当然这钱不多啦，可是是一个很离谱的一个事情，恶意的，对对，很严重，恶意的一个态度啦。那一般警方就可以跟检察官讲说，哎，那就先让他们回去，没有，一样，11人案、20人案都是还要再等着送到检察官去复讯。那当然，检察官获得的讯息来源就是警方嘛，所以，你如果要讲说财团的势力的影响是这样一层一层上去，也可以这样子讲，就是检察官那当然就是听警方的嘛。那我也不敢讲说是不是偷窥可以直接影响力到检方，可能也不至于啦。可是至少他们就是会有，还是我讲他们承袭了一定程度的污名嘛。就苗栗检方来讲，那坐在象牙塔里面办公室里面的检察官，就会觉得说。好啊，我发展病人好啊，他们要抗争，那当然不理性嘛，不理性又妨碍公务，那当然警方这样送来，所以检察官其实一定程度的一个恶意。那我要讲就是说，4月27就有了啊，移送随案移送，警方随案移送到检察官那边，检察官当然笔录做一做，其实4月27号检察官值日检察官做完以后，其实就视为了，也大概都没有叫报，也没有报。那里面因为有很多学生，那学生大概抗争经验比较丰富啦。其实很多，那也有的被逮捕的时候就通知律师，律师也到场。其实很多都是保持缄默了。好，那当然检察官也想要说啊，就算保持缄默也没什么关系，又不是什么江洋大盗，所以就放人。好，4月29号又发生一次。好，4月29号一样，还是我讲的，很多保持缄默，然后笔录做了，只是检察官笔录做了以后，就是了。可是很有趣的哦，20人案比比在哪里？4月29号，逮捕20人案，大家知道，10天，大概5月8号，我印象好像5月9号，5月9号就起诉了。11人案，对，11人案，4月27号，然后5月8号就起诉，效率非常高，在五月八号就起诉。那我的意思说他。这个检察官可恶的地方在哪里？你一般你检察官哦，当然你可以依照警方的移送说法，就随案移送。其实我们一般所谓的随案移送，那警方做的那个证据调查跟搜证，甚至于这个光碟是不是做过勘验，其实是不太可能那么细致的。
一定是还要花一段时间啊。大家有理解说那种政协那种杀人案，很多人说啊，就地正法为什么要两个月？收证还是要有一定程度的，要光碟，对，要光碟，要一一去比对，那个要证据的嘛。好的，这个你越快起诉，我们可以理解说它就是越草率，哦，越草率的案子。好，那这个十一人案子不到十天就起诉。不到十天，所谓的高效率。那我觉得对，我高效率。那我觉得里面离谱的地方是在于说，保持缄默，很多保持缄默啊。那保持缄默就代表说，你问他他有没有犯罪，他是说他没有犯罪的。他没有犯罪的，你还认为说，依照这个检察官那个警方的这个移送报告，认为说他有，所以等于说他没有任何的证据，只有警方跟告诉人的起诉，而被告自己都不承认的这种情形，他也给人家起诉，而且申请检疫处决判决。检疫处决判决意思是说，不需要被告开庭，他直接就可以用，就是光用这些证据，他就认为说这些人要被判决。好，那孰可忍孰不可忍啊？所以后来当我接了赵翔以后，我就说，这个有问题，这检察官一定要处理。怎么你台北效率还这么高啊？这劫杀人效率也没这么高啊？后来怎么会十天没有什么证据你就起诉？所以后来就环境法律人协会有帮忙。环境法律人协会就正式发了函给民间司改会，因为民间司改会是可以提起检察官评宪的这个裁判法人，就是与司法有关的裁判法人。那民间司改会呢，他们也讨论以后也觉得说，这个检察官是有理的，好，就写了评宪请求书，因为他们是可以替众请求评宪的，到了检察会。那当然罗律师又回避了。好，那我要讲的是说，后来二十人案，我们也认为说二十人案也是，就明明就是没有妨碍公务的情况，所以两件一起进去评鉴。好，那有趣的是这样的，十一人案的这个检察官都不以提名啦，我们不要把名字讲了。十一人案后来检评会怎么处理？我们也认为说这个回到那个司法改革的本堂了哈。司改会后来觉得说，这两个检察官评鉴委员会对于这两个检察官的处理很明显的轻重失衡，原因在哪？就是说我刚刚讲说十一人案的部分，只侦查十天，完全被告也否认的状况之下，申请检疫判决出去。你说他完全没看过任何证据，闭着眼睛就起诉了啦，意思就是这样子，那是弥补到背后在里面。结果检察官评鉴委员会对于这个十一人案的检察官，他的处理方式说，没有啊，这个我不受理，就是评鉴理由，他等于是我们叫一般叫叫程序驳回啦。说，这个检察官正常嘛？十天你怎么能说人家效率好？你又一直用那个对，跟民间司改会效率好有错吗？意思就是这样，效率好有错吗？检察官可以啊，一直就说其他很多检察官也是这么干的。可是民间司改会曾经要求调查一个人说，你去看看十天起诉，十天起诉，还被判无罪的有多少件？几乎都没有了，就大概就是有苗栗这个院里好像十一人案是一件，是唯一的一件。十天起诉还判无罪，其他的案没有。好，那这个你说用程序上面去驳回，就说你们请求乱请求，这个叫请求评鉴不成立的，连立案都不能立案，程序就驳回了。二十人案呢，好歹侦查了大概有两三个月才起诉，好，两三，我们认为有啦，大概五月到八月起诉吧。那是十二月吗？十二月了是吧？被你记得没有清楚，好，大概半年才起诉啦。那半年来起诉，其实就等于说他就有在问过一轮，然后相关的证据呢，警方收集再来起诉，就是至少还有。但是我们一定要觉得离谱的原因在说啊，明明你这个情形没有不够成，不够成功，你这个就是在一堆滥权嘛。可是呢，检察官评鉴委员会呢，反而受理了这一件，他说请求评鉴成立，只是没有理由。所以轻重失衡，就是一个非要离谱十天起诉，然后我就问你成立都不成立。好歹侦查了半年，他说这个我们来好好查一下，意思就是说这个请求好像不是没有理由，我们来看一看。最后查完了才无理由，很明显检察官评鉴是乱搞，就说跟你买公车不是只有在这个抗争上面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在司法改革其实这个运动其实扩及这个效应也很广，那大概初步就是这样。谢谢高律师，就是简单爬出过程，就是可以把汽车引起的各种司法的涟漪，包括就是个案上面的，然后还有就是个案背后他对于司法改革、司法制度凸显出了一些问题。
那最后呢，就是我们也很期待的，希望能够慧敏能够讲一下说，在这几个运动之中，然后还有过后，带给大家就是在居民、在地方，然后在生活上面、在政治上面带来哪些改变？那你们自己做出了什么样的行为？在抗争以外，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行为？那这些行为造成什么改变？那对你们自己来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对，那请慧敏。对对对，有短片 ，OK。我待会就是用那个以下简报来跟大家分享。那其实其实这一个照片哦，是我们拆下第二支公鸡，然后大家还是很团结的，一起合照，然后算很开心的算战果那一天哦。那在我介绍之前，我想会长还是有特别讲说，为什么会走到所谓的立起来四只公鸡为什么会走到拆二留二，所以他想要有一些补充，所以我还是再请那个会长郭塔巴哈哥开开口。那个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椅子可以转，没有关系，就是比较方便。我跟各位，我想抗争这么一两年来哈，拆掉这个公鸡是一个突破性，让大家很关注的议题。我大概讲一下这个，当然这个缘由啦哈。我们抗争，我们官员从来不理我们，就是因为4.16、3.1，去年3.18、4.16，我们这个是到经济那个到能源局、经济部到中庭去了，配合一些学生跟乡亲，我们七七的大概也有十几个、20个的乡亲配合，大概1-20个的学生，我们进到这个经济部去。这个3个小时当中，讲实在啊，我觉得这个那个是中啊什么那个检查哈、啊，我简单讲一下，我就跟他们讲，他们那个这个警卫室都那个开进来了，要抓人了、啊，我就跟他讲，我说检察先生，你们不要抓我们，我们已经过去，我们到来到经济部的门口，门门挡下来。我们就这样的回家了，但是我们在往前也是有曾经到经济部装填去，你们用酒店车又把我们拉走了。我说这个解决不了事情。你看我们乡亲年纪这么大，为什么我们一年多来将近两年我们会那么坚持？因为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求也不多。但是里面刚刚高律师讲得到说什么载人的问题，那我就跟这个警察讲，我说你今天在抓我们，讲实在，我们还会回来，但是回来讲实在，我们一定下定决心，一天、三天、五天、一个礼拜，我不知道，因为我们过去几次，他们都从来没有高级长官来接我们，但要求也不多。我说今天只要处长出来，就住在这里。部长太大了，不要到总统府，就到马英九出来。我说今天你叫处长出来，一定会解决问题。那既然解决问题，我们乡亲不用这么辛苦，那你们检察没不用每次都是几十个、一百个这么辛苦，这个是浪费国家的资源。我们整个人工资不稳，不是在霸营业，无改记者呢，大家听得都懂吧？这个警察听进去了。他其实他几两次的牌，看到这么讲，他说不要急了。到后来没有抓，后来就是因为简单带过，无意之为就到了。到的时候就当天处长就出来了。你看抗争那么多次，我们不要求部长，就要求处长，那一天就出来。后来因为出来以后，透过刚刚讲临时委那个无意之为。透过才知道，他载言是贴都是贴箱的载言。我简单代购，就是因为他的载言理由，载言第三次，载言理由是因为7.61升级，我们讲是9.1，但是为了载言，你今天的施工跟升级有什么关系？载言理由是这样，但我们相信要不他的资料，他只有助教要不到，他只是说载言通过，我们不知道载言内容是什么。我后来就因为靠这种关系，处长出来说。这个载言重新从点开始，重新评审，就是因为处长这句话，
才有到拆封记录的问题。那我简单讲，我没有看过网络，但我知道外面有一些声音说我们拆了封机，相亲是没有经过相亲开会。我跟各位报告，我们平常我们几乎有时候是天天开会，我想在场很多学生都知道，我们开会一定有程序的。像打比方，我们村里有政委说，这个总指挥年纪那么大，你不可能叫他每天开会。我们少数几个人开会，五六个人开会，然后呈报给他。那为了拆这两支风机，我们是最规模，我们大概有分三个阶阶层，平常五六个人开会以后，然后再跟一些人讲一下。或者有十来个，但是我们这次拆三支，拆二以后，风机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就所有反风车的一些洗手队，因为洗手队最主接阿斯卡在守封闭，包括一些干部都在片场，我们的这个反风车的队员，他们比较参与感觉的，我们大概叫了30多个，最大的。是30多个，当然环风村里面有成100多个，但是开会就是比较成年，有比较核心的中核心、外核心的，我们就最多一次叫过来开会，但竟然外面有人说我们私下跟人家决定，这个没有决定，我们是通过这个争取，风机他又带了4只。什么叫我们跟人家妥协？我们完全没有妥协，盖好了要把我们拆掉，那里是他们妥协我们了，因为是燕王会妥协才对啊，哪里是我们去所妥协？但是跟各位讲一下，留这两次的原因，我想过去如果在网络上大家看到，因为我们争取到的时候，这个处长说重新开会，环评重点开始，然后我们就透过委员。两个委员，包括这个能源局副局长，包括我们反风处，包括天华会坐下来，在台北一个集书会馆，台大一个集书会馆，竟然没有拆的那两支，我让大家讲一下，没有拆的那两支350公尺，直接的受害户是6才6户呢，那6户是我们在。守工地一年的当中，大概守了半年，他签同意给他做，前途已堪呐、啊。我们在这边帮你守工地，这个管事不给他施工，他竟然还可以签同意书给他。那当天又跟站在燕华的立场，站在燕华跟我们对呛，说我们要给他盖，这个应该网络都可以查得到。那怎么外面会有人说？我们抗争不过坚持，我说有时候跟乡亲讲，到底心执心是什么？我想各位在座这些先生，你坐最前面，当地你做签给他，然后站在 MOA 说我们要给他做，你看今天就算一个会长想抗争，我想没有乡亲要你。那我简单再讲，你回头今天拆掉这两支。所有的乡亲，我大概可以讲100%赞同，几乎100%赞同。怎么外面会讲说有乡亲不认同？哦，这些问题，我想在网络上我没有看到，我只是有人家跟我讲，我不会看。很多的问题来讲，我大概跟各位解释一下。其实今天的抗争，我们是坚持的，但是我们是透明的开会说。由乡亲来决定说拆掉这两支，好，大家跟各位报告这样，谢谢。谢谢会长，就是补充说明最后为什么是拆2留2的大概的状况。那当然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努力，然后有一些挫折。那接下来我们请慧敏就是来介绍一下整个抗争结束的过程，还有结束之后又做了哪些努力。其实，第一章会讲现场抗争结束后。只是只讲现场这种冲突力的抗争结束，但是对我们在地乡亲而言，这场抗争在台湾没有好好的做绿能的一个规范，他没有要好好推展这个绿能前提下，我想对我们院里的乡亲来讲，抗争永远都不会结束，结束只是现场。
那所以我现在就分享我们看现场抗争结束，那我们的力量，我们现在在做些什么？下一张。那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是九月七月拆了第一支去年的七月拆了第一支公鸡，那九月拆了第二支，那其实马上九月五号是当时是里长正代的一个选举，那当时我们就投入了选举，那简单讲还有一个协会的成立，然后先下一张。那其实我们那时候我们院里反风车，我们就想到一个新的名字，就是海爽几个亲。其实海线大家就是这个名字是我们联合竞选。那因为参与这个院里反风车运动，主要是沿海的山里、院港里，然后西平里，然后还有海岸里。那再来，所以我们当时就是三个里推出来参选里长，那包含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那还有我们的中间比较老的那一个白头发，那个是我们的郑白松哈，他是我们的总指挥，76岁。那也在我们知道说，其实抗争现场的那个攻击虽然是拆的，可是真的没有结束的一天。我们这个力量其实是不够，因为要政府立法，其实真的是还要各地更多的力量，所以我们才会想说，那我们这力量就延续到在地的一个选举，我们要改变在地的政治。因为我们现在会抗争的这么辛苦，其实就是因为由上从中央到地方，甚至到里长，都是一条龙式的一个挂钩。那我们就从至少从里长跟政代做起，所以社团是这么难的投入了一个里长选举。那其实当然这个选举的结果，因为我们选举其实讲的就是我们第一个，因为在乡下，尤其在苗栗，其实选举不买票根本是不可能的。大家一定会讲不买票不可能，可是其实我们这四个候选人就在，其实我们是签下那个在神明面前签下谢谢书，我们就是就算就是我们的理想，就是在从乡不买票投入选举，我们宁愿不要选上，我们讲我们有我们的理念，然后我们坚持不买票，所以也在神明面前一个圣洁重视这样子啊。哥哥其实最后的结果，其实真的选举这一条路很不简单，那所以也是最后这个三里跟一个政代，那也只有我算是荣幸，但是也是算应该是讲上功的，所以我当选里长，所以我现在是西平里的一个里长哦。这也是在当地来讲真的是算也是破天荒，也是很难的，因为没有任何的那个我们真的没有买票，对，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而且在地人愿意相信一个年轻人，然后给我一个机会，所以我现在是算在地新平里的里长。那下一张，那其实最主要就是刚刚讲，其实就算当时我只是选，因为我们政民代表是涵盖是三个里，所以我们这四个候选人不是说只顾自己的里，是四个候选人一起到13个里去讲我们反风车这个力量，我们走了13个里，一起在讲我们抗争的理念，还有我们为什么要出来抗争。那当然这个比较特别的是说，当时声援的学生其实很会抗议，不管走过华光、士林、王家还是很多地方，其实这些学生就当时就是等于是我们选举的后援会，也是算就是一起投入选举，这个也是都大家的改变。那其实最重要其实就是过去的抗争真的太辛苦，从里长就开始被收嘛，所以我们才觉得一定要把这一步跨出去。所以我这把这几个上功的人啊，就是真正就聊落去算。啊，人大家特别讲，我去典礼迄天的时候，我的小女儿才4个月啊。所以其实登记的那一天，其实那一天晚上眼泪是哭了，对，其实是眼泪是掉下来，因为真的觉得被逼到走到这一条路。是当时是有那个感受，因为真的小孩子还太小，但是也是一直走到今天啦。好，现在很大，但是还是要跨出来的。那其实我们当时我们因为9月、11月底是选举，所以其实我们9月5号是登记，其实我们真的是登记前15天才开始筹划三里里长跟一个政党。那其实我们在选举的过程中，除了说明会就是一直讲
为什么就是一个抗争的理念，但是其实我们那时候每周就是我们那个海鲜一家亲整个竞选团队包含配合学生，其实我们是每周就办一些亲子活动，其实要让在地人看到我们的选举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投入我们这支持我们这一个团队，其实未来我们会做更多在地教育跟亲子，甚至是往家教育扎根的一系列的活动。那其实这个马真的很特别，是从北海岸环境自救会，就是也是当时三支反风车那个黄文清黄大哥，他就在北海有一个马场，他甚至他的马四只马都支援。真的是他马车都支援到月底，然后来让整个在地人，其实有很多那个也是台北或是台中，也因为真的太难得，就是在海边可以骑马，也没到奔腾啦，就是小骑这样子。对，然后就是真的就是，其实在这个有趣的过程里面，其实都一直在讲我们为什么要从场跟力量去改变这个地方政治，其实就是一直透过不一样的一个选举造势活动，来让人家更了解我们之后这一股力量，海鲜一家亲协会要做的一个事情。不只是发米粉，而且还真的可以跟家人跟家。对，其实就办了每个礼拜。那其实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就是在内政部有正式成立一个海鲜一家亲环保协会。那其实就是各地反风车，就是从北海岸还有环境自救会，其实我们的发起人成员就是从北海岸，还有过去桃园新屋的，就是之前我们反风车的一些过去他们的发起人或是带头的，就是一起参与我们这个一个协会。那其实我们最主要目标真的是我们讲的，其实我们力量，我们愿意是到一个段落，可是真的这个政府实在太大，真的是需要每一个的力量，所以我们要更长远的力量，才有办法推动所谓的风机设置，应当有一个适当距离的立法。所以现在这一个过程，其实是有点是需要后面更长的力量才可以去完成。那其实我们也打算就是研究台湾再生能源的一个问题，到底就是从电业法开始，或是各个层面，其实都有很多问题。其实老实讲起来，就是台湾根本就没有好好想要走绿能这一条路，以我们目前来讲，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协会有更多的资源，可以一起研究这一部分的问题。那当然很重要，其实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试着举办各个地方的活动。其实我们抗争之后，真的发现其实教育是最重要，因为沿海有1000多人，可是真的跟大家讲，人最多的时候200-300人，比较100多人，核心大50人，可是其他1000多人怎么样了？其他1000多人其实就是在台湾的教育底下，他们根本不勇敢，而且他们不能勇敢，所以我觉得这是教育的问题。所以我们才觉得说，环境教育从国小也不要，国中大概可能很多就是我们很难改，所以我们现在在做很多跟国小的学生开始去接触这样所谓的环境教材。那下一章。那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在居民就是有捐出一个公田，因为其实当时有一个想法，为什么会3个里跟1个镇带？我们的预计就是说，如果都当选了，我们每个人捐出1/4的薪水，至少就有每个月6-8万，就可以来支撑这个海鲜一家亲环保协会。那这个6-8万，我们真的可以就是稳定有一个收入，真的是可以做以上刚刚讲的有我们的目标。但是其实很就是说，最后是只有我当选，其实那个资源就是现有的资源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想，但是我们并不说啊，没有只有一个人当选就不做事，只是说我们现有资源很少，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社区居民就捐出一个作为我们社区公田，然后我们讲就是叫农田实验室，那也是由这些抗争资源的一个学生，其实主要就是台大大学新闻社的学生。啊，很多也都有在现场，那就是一起参与。因为其实我们一般在我们乡间，其实一般都是农业，就是用惯性农法的，反正你来干农业啦，阿些咪，化肥什么，都只能用惯性农法。那其实如果要做成有机或是无毒不加农药来讲，其实对那个老阿伯他们提，因为就是要长储存。
场，所以其实有很多问题，所以不容易那么改变。所以现在他们这些乡这些学生台大大新社的学生都跟我们在地的农民配合，然后一起就是他们最多就是有他们的年轻跟他们活力，还有他们的学习的一个尝试，然后就是跟农民一起合作，我们有一个大概两分多地，大概600多坪，然后一起来做新的一个就是不加农药的一个新的一个实验。下一张。那其实就是我刚刚讲，其实社区农田实验室就是推动在地农业转型，反正就是我们先不谈有机，就是以我们。对，从无毒我们不加，然后用有机肥料，不是用化学肥料，然后开始去然后所以我们2分多地一半就种地瓜，其他就蔬菜。那其实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因为如果大家还过去还有都在注意我们反风车，其实我们去年就有居民捐出一块地让我们种抗争地瓜。那其实那抗争地瓜我们也是变成我们社区的一个公积金，然后去支援我们。像选举活动也好，其实其实选举活动是候选人自己，就是一些其他的，现在也包含很多在做法律啊，就是法律还是很多在跑去，就是做的一个公积金。那还有我们现在有机蔬菜也是最近都开始在耕作。那其实这些有机，就是像在地在地居民去知道说，其实有机在做就是这样的呈现。那其实也希望说可以有一个稳定的收入，然后可以投入一个社区经济这样子。那现在我们也当然因为这些大新社的同学这些年轻人，其实就是等于是说从过去来是来声援院里抗争，然后挡工地，然后被保全打，然后跟警察怎么样，一个都是一个很高压暴力的一个状态。而且现在就是算进入一个就是院里小农村，然后跟在地居民一起找回我们过去比较一个友善的一个方农法的一个方式。那像我们最近就是像暑期期间啊，其实所谓因为我刚刚讲教育，其实就是客服，就是每周的135的135下午大概有2个小时的时间，就是都是因为现在我本身是民长，所以就是说真的会比较了解说在地居民比较弱势家庭可能担心或是他们衍生了很多问题。那其实这个小朋友他们的状况确实都比较需要多去关心，所以也很感谢这些学生，其实都是一对一的课程，比如他们暑假作业，或是说他们英文、数学会比较想要加强的，然后用一种比较活泼的方式。所以像一三就是这种课辅时间，然后每个礼拜五就是把一些我们自然科学比较在教室里面比较闷的一个本来课程，就是带成一个比较活泼式的。然后让他们知道什么大气压力是什么啊，或是说啊台湾这个土地到底怎么来，然后就是也带活动的方式去让他们就是多接触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现在就是现在目前这些学生在院里，然后暑假然后在支援我们这个院里在地的一个儿童，就是小朋友的一个课程。那还有一个共识哈，如果有去过院里，大概最怀念的就是我们那个妈妈菜啊，因为当时我们工地真的是守了将近一年，每周日就是推出妈妈菜。其实妈妈菜的推出真的就是肝胆供给不稳的，其实还被掀起，因为我们希望更多人去，可是如果怎么都要从自救会来支撑这个伙食费，其实都很贵，所以就是那时候就推出每个在地妈妈他们拿手菜，一人推出一道菜。那其实这是很多到院里的，不管是声援者、学生或是周围人士，他们到院里觉得最温馨、最温暖的那一面。所以那当时是每周日推出，然后至少都50人，多的话都100人，很多那个律师团的律师或是家长也都有去。其实这是最温暖的那一面，所以我们希望共识是我们现在这个社区，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社区想要直接推出，就是希望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有机作为无毒的这些蔬菜，然后就把它做成就是。给在地居民先来打开来家，然后刚刚有机的是可能他后家是相比，那就是也是一样，也希望说对可以推广出去，然后让更多来院里我们社区的人就是可以一起享用这个所谓我们有机工田的一个成果。那也其实就是更促进这个，反正
一样是把这个温暖的这一面就是继续推下去，所以希望以后是甚至长远目标，比如在我这个里来讲，真的是希望有一天有一个空间是可以让老人共识免费的，这是我们一个很比较一个长远的一个理想。好，下一位。所以就刚刚讲的，其实就是连续抗争妈妈菜的精神，然后最主要就是让居民有更一样有更，因为过去是真的是很密切的，几乎每天都交流，然后每周，然后现在是也是，比如说我们还是因为过去也是都有周末文字电影院，然后现在也是会安排一些座谈电影，然后或是说请很多像比如说大家都认识那个红香，就是湾宝的。洪家来，其实就是请洪大姐再来，再来盖永基，给再来公益阿姨的永基地瓜小养者，就是赶快嘛，是把这些资源再带到院里，然后让更多乡亲有更多外界资源，然后更多的想象。好，谢谢。所以大家以上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们海信一家新的 logo 是中间这个圆的，就是四方外圆，然后就是一个合作力量大的一个概念。那其实现在在做就是以上就是特辅还有娱乐活动，还有农田实验共识。啊，打工换书当然就是现在的一个学生，其实也是他们真的粤语真的是好山好水，很棒很温暖的地方，所以他们也现在租下一个粤语的房子，然后很多人在那里反正就是去到哪里的农夫，现在是农房企阿古演的批来道者阿提西德西。就是，然后换一个米啊，换一个菜，然后就是打工来一些，然后也希望未来也可以推出说，可能有让其他人想要进来院里，然后可以一起，就是用这种打工换书的一个进到院里的一个管道，然后对，可能过去进到院里就是都是抗争，然后现在其实进到院里那个氛围其实已经不一样，然后这就是目前从选举完之后。我本身当里长更了解一些在地资源，然后现在在运作就是这些事情。对，那其实回到我们，可能大家我们相亲都有穿，我们其实后面的是爱咱的子孙，很咱的土地。其实回到最后，其实要讲的其实就是爱人跟这一块土地，这就是我们，这是我的，这两句话是我的。我们的宗旨，阿其实就是真开朗，是足透的话。阿其实回到现在在做的事情，其实也是一样，就是人跟这一块土地。然后最后一张，其实我常常会讲哦，因为其实，在抗争过程，我也跟公园院的里面的一些高层，然后刚好也是我们院里的朋友，然后其实他跟我讲的，其实他根本看不下很多官方的一个做法，他们自己本身在育人所。他来找我，他说知道我们很辛苦，可是其实他说他也很无奈，因为上面决定了很多事，其实他们都知道。绿能两个字，就是他告诉我的，就是对人文跟土地的善待。那其实，在整个风力发电这个设立的过程，在台湾根本没有好好在做这些。其实一开始他就是伤害了人，然后跟伤害这个土地，所以他们都称不上是绿能。所以其实。想要讲就是说，尤其是对我自己本身而言哈，其实投入抗争，其实真的是投入选举，其实真的是一个不归路，而且是很笨很傻的一条路。可是其实最后也是因为反公车这个运动，让我去了解到，其实我们到底就是这个运动才让我更。跟这些乡亲，因为密切了两年的时间，几乎每天在一起。那在这个运动里面，当你很痛苦，你也会有害怕，会想要退缩的时候，因为尤其被高压被打得这么惨。可是其实那时候背后是真的就是，可是这是我的家乡，我想要我们的海岸线就是这么美，因为我觉得这是无价。可是当风机如果说我们没有抗争，这一幅画就不在，因为现在整个台湾从北到南。其实就只有院里这个短短两公里，我们少了这十支风车，风机就是这短短两公里，还有这一幅画，才有这个画面。所以其实也是因为反风车运动，让我更知道哦，我要会去，然后刚刚我就爱人呢。我因为过去我是在艺文产业，可是我过去会讲哦，很多艺术的语言，
啊，我很爱我的心理怎么？可是其实真的是这一场运动，才让我觉得说，我刚进来台北阿叔这会，我才知道什么是文化，就是这些人，这些七辈长辈的七长辈的人。所以，而且我们是每天二十四小时，几乎是二十分，这二十小时吧，因为一天睡不到三四个小时。这是这样密切的在一起，然后这些阿伯阿姆让我知道什么是人文，什么是人，就是我们在地的文化。那这一块土地，就是当我很困顿、很害怕的时候，再回来看这片海，我觉得就是是我们要好好善待这块土地。所以真的是这一句话，让我们越岭反公车乡亲很多人，包含我自己，有更有勇气去走到今天，尤其是现在。当上里长，其实看到很多体制内的很多问题，其实也是会觉得说真的很傻，因为常常也会有退缩，说感觉好像到期，因为现在做，因为跟柯P同一天上任，还有三年半，就常常会觉得说我的到期日还没到。可是其实就是看到这一幅画，还是会想，就是因为我还是相信。就是每个人的力量，所以我今天还有甚至我爸爸，还有谢谢每一位朋友，就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因为我们就是要好好善待这一个环境，所以我们还在努力着做我们以上这些事情，所以谢谢大家今天，我简单做这个分享，谢谢。谢谢谢高医师，那我们最后应该可以有个20分钟左右的 Q&A 时间，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要问一些什么，就是问一些抗争状况、法律状况，或者是、他们后来发展状况。OK， 就跟大家请教一下。有，有麦克风，有麦克风。谢谢。哎、当初就说那个250公尺，现在那个关键的那个250公尺，现在是还是我们环保署里面规定的？因为你刚才会长不是讲说？德国他们是1200公尺，800，现在规定是800，但是他们希望朝向1200或者是1500去修。在我的观念里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是被人家灌输说有这个绿，现在我看也没有，所谓绿能啊，都是骗人的。因为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哦，那核能。用在和平用途上，对不对？那因为我小的时候是美国投下那个原子炸弹在关岛，所以说核能变成那个和平用途，哇，大家很追光。我当初那风车，我在那个恒春里面，那也是恒春还是最早是恒春那边有三只嘛？对对。那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像海岸线海风这样吹过来，对不对？那我们现在风车把海风，因为你要能源嘛，把海风挡下来，把海风挡下来，是不是我们50年、100年以后，中央山脉会有一些树啊、虫啊，可能会不太一样，对，不见，对，有可能。好，对不对？这是地壳，不是没有可能。所以说，我认为现在已经被人家骗说，我觉得没有什么理想的那个绿能。已经没有了。你现在讲哦，这风力发电很好，太阳能发电很好。我们现在来讲说，太阳能发电不会怎样，而且你太阳能发电是你现在用，哎，不是属于算哎怎么讲 ，logo 型的，就是说我自己屋顶上面弄一块，然后节省那运送中间的损失，这个台电的损失很大，我知道。但是太阳的能量晒在大地里面，然后你又把它吸收。去做别的，是不是又是像那个核能以前，核能很好，我们政府一直在推广，啊，推广50年以后，哎，不对嘞，啊，那个绿人，你说风力发电是不是？或许对，比较明显的是核能跟水力，那个时候都觉得说水反正就这样流嘛，拦水坝拦起来，好像没差，但是殊不知水坝一拦，下游就惨了。对，那风能可能会有类似的问题。太阳能的话，目前还比较没有听说。我们这里有没有那种环境研究的？没有，太阳能只说它做那个细板，对，但是所造成造成的环境的伤害就已经大于它所获得的效益。目前太阳能是在生产，就是太阳光板的过程当中造成的。那我是不会这
这么简单的想法，我是想说太阳要给我们大地的能量，那大地在吸收啊，你把它用到别的地方，那或许整个地又在改变什么。OK， 谢谢。啊，谢谢这位先生。OK， 那还有没有朋友要提问 ？OK， 这边这位。我坦白说，我来前没有看那个阅读资料。那这过程中，我听到说，这个抗争不是代价，跟觉得算是真的，像刚刚不是说是算成功之外，是还诞生了里长，我觉得哇，好正向。刚刚我就想问一个问题是为了问我们的里长小姐，你怎么看待说，比方说我们也知道说，像有士林王家事件啊，然后大埔张亚王事件，或者其他一些抗争的那个土地的环境抗争，对，那还是我太孤陋寡闻，是你是有什么样条件能够什么样一个 TSD 成为这个地方的一个土地公？那其他或者你怎么去看说什么样的情况比较容易成为，或者说没办法成为？还有就是说，那你这过程是有没有一些阻力，还是说对手太弱不了解？因为那个应该也是一个过程吧？可不可以请你分享这个部分怎么去看待？如果我在想说，每个抗争事件后来都会出现，就在那边长出来那个捍卫这边的，我觉得而且有功夫们的里长至少也是有一定的资源，我觉得那真的太棒。对，真的是蛮难想要，我也是今天才就是意识到说，真的有选上一些。还有朋友，可能还有一位朋友，好，我们收第一轮先收集三个问题，然后请他回应一下。因为其实我老家是在桃园新屋，所以你们刚才在讲的时候，在一直在想说我老家距离风车到底有多远。到底有多近？然后新屋对，新屋，所以我就看在听到新屋时候愣了一下，原来新屋也有反风车。不打开，因为从新屋一直到大潭，然后到观音那边都全部都是。其实，对大潭那个，然后因为基本上就观音来讲，很多观音人认为观音的风车是他们的一个等于是观光的象征之一，这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然后，所以，可是就我自己那个新屋来讲的话，我家在石牌，在过去就是北湖，然后在下北湖，因为我最距离我家最近的应该是下北湖那边的风机。对，风机，对。那可是我们都不知道说新屋竟然有自救会，我当然知道说那个空间下面距离大概。也差不多100公尺、200公尺是有一个农户，可是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有任何的抗议或什么。对，所以因为在新屋或者是观音岛那边，风机很早就盖了，盖了十几年，而且我们从小看到它看到大，而且也可以数得出来是哪几根是台电的，哪几根是私人的，反正一天365天会转的都是私人的，然后台电都不会转。因为风机转就是会有耗损嘛，耗损我们都知道啊，耗损了之后基本上他们要维修，因为维修费太高，所以台电的话也不转，只有私人他们因为台电有补助，他卖给台电，对，现在要拼命转，转了之后卖给台电，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部分可能，或者是说就是那个台电的。谢谢。好，等下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安全距离，现在安全距离的状况如何？然后还有这位先生他刚刚还问了什么来着？两百，那个是学者的问题。OK， 就是那个250公尺，一个是距离的问题啊，另外一个是说就是其实可能。对环境有一些预期外的影响，不过这个应该是比较困难。OK， 好，那个慧敏要去找图。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就是在什么样的政治或者是说社会因素配合之下，那可能可以取得一个政治代理人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然后去努力。对，那不知道慧敏或者是说慧敏的爸爸，
新海会长有没有觉得说是什么样的条件可以促成这样子的改变？对，那最后一个问题是说，哎，好像新屋那边的自救会，或者说其他地方的他们的反对的那个声音，不知道状况如何？对，那也可以简单，对，也可以简单说一下，就是那个，刚刚我们第一位这个先生，不管是我季羡福先生哈，我季羡福他不好哈。那个你刚讲我最起我讲的，我们的只有说250公是建议组，是那个建议组不代表说250以外你才可以建，只是建议而已，只要你相亲同意或是什么。OK， 我们请就是他从法律的角度，就是僵尸要严规范。如果盖公司的规范是说那个，就是他就是他有几个距离啊？一个就是说100公尺，如果风车的100公尺之内有民宅的话，那你得要取得那个民宅的同意，就是这有规范。然后如果是250公尺以内有民宅的话，你就得要做环境小评估，就是要做环评就对了。然后并不是说盖每一只风车都要做完，现在的规范是说，就是说你在，就是他要看你的容量，就是如果你整个风场有5只风车以上，或者是说250公尺以内有民宅，才需要做完。所以说现在很多的那个开发，他不要达到5只的话，他其实都不用做完，就是说他就盖4只，即便是对，所以现在法律就有这个漏洞，就是如果你容量少的话，连环评都没有做。五只以上还要做完，4只以下就不用做完了，就等于你可以直接，只要经济部许可就可以干，对不对？对，然后250公尺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如果250公尺以内有民宅的话，那就得要开说明会，就这样而已。就是，所以刚刚那个陈大哥他，就陈会长他说，那个他不是有一个施工前说明会？你说这是风的，这是风车，然后风向这边过来。那你这边民宅能不能有一个那个隔音墙？好，可能吗？这个有什么？但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在规范上就是说250公尺内，如果有，因为你高，你也只要开一个说明会。我那个高速公路或是旁边，没有那个没有，因为我真的太多风机效应。因为我们都市人没有听过那种，对。啊，所以那个大哥，我欢迎你来院里，还可以试试。真的是要去听听看，真的自己听过之后不太。我们现在记得到那个桃园上就已经可以了。桃园就有了，其实沿海都很容易可以。其实很容易，他其实最好来院里，对。哈哈，可以。然后带你去那个一下，还可以讲那个有机蔬菜。有一些你们拆掉。但没有，所以我们可以带你到南边那个大家。其实他刚刚讲那个隔音墙有没有效？其实我刚刚有讲风机有很多的那个风车阵，那它有很，它最主要是耳朵听得到噪音，它有什么低频噪音？那依我了解，就是说低频噪音其实是在干扰你的脑波的，不是耳朵听得见。所以你说的那个噪音墙，它只是你耳朵减少可能听得到，可能分贝会降低，可是变成低频噪音一起。影响电脑波一些穿墙的，所以其实低频的，它是真正的危害比较所谓我们讲一个慢性的影响，其实是那个低频噪音。所以而且那个在就是国际上来讲，其实比如说风机2公里内都会受低频噪音的影响。所以我特别讲一下，像我本身，我从小我对3C产品就非常的敏感，所以我当时会这么的一定要出来抗争，而且觉得这是生命，就是生命安全的问题。所以因为我本身只要风机距离1公里内，我就开始头痛。那其实风车阵在日本的研究来讲，其实他们说无药可医，只有一个方法，你就是搬家，就是搬离那个风机那个地方。所以我当时其实我真的是屡试不爽，所以我真的把那个高老李来实验，因为要离风机几公里来的开始讨厌，然后大概那半天就是无法正常，脑波无法正常思考，就是我要走这脑力的一个工作，那要经过一个离开之后经过一个下午才会恢复，那我相信那个就是
所谓的低频噪音。低频，你讲一下那个。啊，所以刚刚在讲的是说，可能关心说，那其实我们希望的是说，我们现在我们日后想要一个比较长远，就是希望就是风机就是中心，我们讲的我们有一个三环的一个未来，希望国家可以立法可以以。这就是工序安全这一块，以这个标准，就是中心点来讲，其实所谓的第一就是叶片直径，那以现在一个英华威来讲，那大部分是直径70公尺，所以像1.5D 就是大概105公尺，就是整个风机塔筒下来，所以我们讲它是中心高风险区，因为过去风机也是有掉下来的经验，也有焚烧，就是整个掉下来，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它的 1.5 直径来讲，其实是不建议有任何 有任何建筑物或是人活动的一个空间。方圆100米内不要有任何的人或者物的活动或者是存在，那不然风机叶片打到会很严重。而且这个毕竟是科技的东西，并没有100%说它不会有所谓这掉下来的。因为国外真的有，就是风机叶片掉下来，是它台湾也是400米。台湾也是有台风或者什么时候就会飞出来飞。那第二环的安全距离就是3D5D，所有5D就是350公尺，就是说这个只是说因为在像丹麦来讲，其实他们的至少都还有，就是连那个他们的安全，就是工作人员安全手册来讲，都还有到4D，就是不宜有人活动的一个空间，就是偶尔可以，但是最好平常不要。所以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我们要的健康距离就是左上方，就是8D，8D。现在这个风机来讲是560公尺，这是我们至少，其实还是会有低频噪音的干扰，可是其实至少说对耳朵听得到的噪音，其实还可以稍微，就是明显的还可以稍微可能睡得着。对，所以其实我们讲，就是因为不是要完全阻挡这一个的一个所谓风力发电的开发，但是至少在所谓绿能开发前，要先保障到在地居民的一个生命安全。所以因为睡不好，它就是一个，就像刚刚会长他就形容50几岁就瘦的那个，其实就是每天都睡不好，它就是一个慢性杀手。其实讲的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要求而已。所以其实当然我们谈的就是所谓的舒适居里12D根本不用谈，因为根本连8D 560，我们人的一个健康问题我们的国家就不给我们了，所以这是我们一个理想，也是现在推出来的，希望说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力量持续，所以我们的这个协会是持续说要去推动所谓这个风机设立的一个距离的一个地方，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主张。不过照这样说的话，其实如果小型风机的话，比如说它叶片可能只有15米的话，那这样就会比较哎，对，我们是以风机直径，以风三叶的直径哈，对，所以的确也有人在提倡说，可能要尽量用小型风机，它造成的危害会也许就是比较能够承受，或者是风险控制。那个地平有没有说多少公尺以下，地平就不会？2公里都很应用，2公里。2公里内都会影响。叶片。对，低频。低频是干扰那个脑波的，啊，那个你讲的那个耳朵耳朵听得到那一般噪音，其实大概500-600还是稍微可以舒服。不是说它的叶片长度？叶片长度。70公尺。如果以70公尺叶片长度去计算的话，大概是2公里内都会有低频噪音。啊，如果30公尺的叶片，这个你知道？这要换算，这个要换算，因为这个现在，一时之间可能比较难回答。但我知道是那个小型风机，国外是觉得说小型风机可能会那个影响范围会小一点，然后也比较适合就是那样小区域、小聚落的，就是自己自主的电网，然后不需要就是长途运送中间产生损耗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刚刚还有就是。政治，如何成为一个，就是你如何能够成为一个里长？其实我们必须老实讲，我们是推出三个里，那三个里一个代表。那为什么只有我当选？必须老实讲，所有的这四个，就是三个里来讲，我这个里的里长确实是最多的。
也是因为它太烂，我真的看不下去，因为没有人愿意出来选，所以我就出来选。我本来是逼他出来选，可是他有众多原因不出来，因为应该是这里挺北来看的。那当然就是有很多他的原因他不选，那真的是烂到你看不下去。尤其是如果当时我们抗争，其实里长他有一个告知的义务，我们在更早之前知道，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想法。所以因为出来选，其实刚好因为这整个反风车的运动跟乡亲真的是密切，刚刚讲两年多这样在一起，他们有看到，因为不管是这过程，其实真的乡亲还是有看到我们真实就是五花都聊都听他的对口，也有看到我们努力。那当然这本身对我爸爸而言，因为在地方是做生意的，其实那个人际关系是都是算很不错的。所以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那也当然因为整个我父亲在地方的力量啊，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回到，因为高中大学都在外地，那也回到自己家乡，也这样也有大概八九年，所以刚下来同期嘛，启动五社会，大哥一两年的一个过程。那当然还是有要突破非常多的问题，因为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只是告诉选，因为其实投票那一天我就知道，就是还没开票就知道会选上，因为出来的投票率，因为年轻人都出来了，对，其实年轻人都出来，因为那一天我自己因为传统的时代，反正里长那个是，从八点到下午四点你就开始弄卡的，不能说话的，拜托拜托，然后几号几号就这样就这样，就站着这样，就站一整天，但其实你就是。我知道会选上，因为年轻人都出来投票，所以年轻人那一票真的很重要。因为然后我们当然这过程是我们就是坚持不买票，我甚至还发了传单说，如果有看到我买票，请去检举我，让对手。而且其实我刚刚讲学生其实他们做了很大努力，因为在地方的选举一定要买票，对手也要买，他也有买，比如说他原本打算买全盘的三分之二。可是学生锁了他们三天两夜，就是反正就是锁到他们就是无法动，就是真的很难下手，因为必须水桶里面装钱，然后怎样怎样什么之类的。其实我们都有参与，那其实可能让他买下三分之一，但都因为买票他就反正你们这一家是五口，我买了五张票，大概会有两，可能五张票本来都要选我，可是你上行来给这样的行会跑掉三票跟两票。可是最后真的那个钉，就是每个环节它都非常重要。从本身，贵体阿爸的征讨努力，就是反正就是勾一捞起来，那应该好表现。就是然后还有那个抗争的过程，还有说，我们在每一场选举，其实我自己每一场说明会几乎，尤其是跟那些阿伯阿姆在讲话，其实我自己都感动，会跟他们聊到哭，因为真的自己就是。在登记那一刻都哭了，你们应该给我一个机会，是相信可以有改变的一个力量。所以其实我就是各方面各种，也是学生的丁，还有各种环节集结下来，让男女老幼，就是不管就是年轻人或是老灰啊，那些阿伯，就是真的跟他们不只是说明会，还跟他们座谈，然后讲到哭，然后所以其实我相信会有一点点改变，让他们。有一点点感动，所以投下那一票，所以才有。可是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很不容易，也是因为要集结这么多的努力，小小里长就还要动用到台大的心，几乎是全国的努力。好，会长的话，刚刚我女儿讲到选举，但我回想起来，以我个性来讲，当到选举的时候，我女儿跟我讲：“爸爸，你出来是里长。”讲实在的，以前我对政治来讲，讲说我不参与，所以说跟各位在这个圈各位讲，我们抗争不是为了要选举，完全不是。当然，我要举一个例子，为什么到最后？因为你抗争这么辛苦，但是里长我这么尊重你，我举两个例子。这个轰击症有轰击症，你身为里长，我第一个就是我做事情讲实在，我蛮有分寸。有轰击症的资料，我第一个拿给里长看。你不能说李明知道了，我里长不知道。当轰击要来的时候，我们很快就
人数600个人一个里，第一要报备里长说我们这个轰机有轰机制，我们要联署，里长不理，他说要联署你去联署。那我心里就想，今天联署是里长，我是一个里民，怎么会里长跟你讲你说要联署你去联署？那要里长从这个过程里面，当然联署完了就给他里长盖章嘛。当然当时没有出教会啊，你里长盖章盖一个章他也不盖。所以说后来我简单讲是一下，就我们的理事长，我还跟理事长拿去给他盖章，我们理事长就很生气说罢免理长，要罢免理长，是这样。我们那个理长就决定的话就是口头讲到罢免。所以说大概上一年大概8-9个我们关系，那这样的话必须要一个人出来选理长，不然的话我们以后今天一个烟花会来了，下一次又有什么会又来了，那么我们这个子子孙孙都来抗争，这个不对的。所以说我就一直要找理长，找到最后没有人愿意。啊，没有人愿意，我女儿逼我，逼到最后他出去讲说：“那你不行，我要选，我要选你去选、啊，我这个要选你去选啊。”是这样来的，是因为抗争的辛苦，一个理长最基层的，主要当时我想说，主要抗争过的人，这个理长绝对为乡亲第一，为乡亲做事情。为乡亲着想，绝不会违背我们的理念。我说从这个发点才来选举的，所以说有时候人的一生当中不是你想象的，不想走这个路，但最后就是逼得非所不可。哦，大概是这个理想的过程是这样。啊，当然当初这个没有故意说要，没有故意要去选理想。有了，大家都没想到会选，而且还选上。那个最后那个新屋那边就会或者其他其实我因为我知道就是新屋是台湾第一个反风车的，但很早在1996、1997那时候，然后是一个叶思贵叶老师，对，那所以新屋那里应该现在是目前是应该是别的地，应该是别的乡，应该不是在新屋的那个，应该不是吧？是附近那是附近，它不是新屋，应该可能你视觉上觉得是。因为他是我本身就是新屋，新屋下的对，现在中年，只是我在出生在新屋，对，老家在新屋，然后叶思贵老师我知道我认识，可是我们都一直都不知道他在哪，那可能是对，因为其实他当时他们抗争也是2-3年，他是最早抗争，可是我们还是照样盖啊，新屋应该是，因为。对，可能我们再了解一下，所以其实他也是过去反风车，所以现在也是我们协会的发起人。那永安就是新屋那边永安港旁边附近，我们那一带都还是有。渔港附近吗？对啊，所以能抗争到拆掉风机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对对对。而且这恐怕还要继续下去，因为我好像直接直视就可以看到两个人死灰复燃。我想要说，刚讲到说是。樱花会特别弱，我没有讲它特别弱啦，但是几个抗争哦，大概我都看得到。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我的感觉是因为樱花会是私物，私人，毕竟它是一个私人物，所以不是说它特别弱，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大财团，可是相较公布，它是比较弱的，没有错。那为什么这样子？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诉讼还在进行当中，我其实那当然通威有通威的律师，通威的律师我大概跟他有联系，不过他有时候会转达，因为有时候这种就是斗一斗啊，然后要谈一谈，打谈，总是要这样子。他就讲说，他们当初因为他们这个计划就是攻击的计划，就是他们跟赢，因为这个资本主义的游戏就是这样子，他们不会用自己口袋里面，一定是用银行的钱。他们说他们当初的计划拿出来的时候，就银行准许的这个贷款是会看他们的计划的，所以有一些的工程的进展的确被像这样子的抗争拖延到的时候，他的金流有问题，所以他势必就要壮士断腕，就说他可能就是断掉啊，我不要再跟你缠斗，这两次断掉，再真的再去别的地方做。所以我讲说私募们大概会相较于公募们的，那我讲这个的原因也在于说。那相对于说，事实上现在是如果是公部门的侵权的时候，那
那个抗争的强度就会要更强。对，要不然没有办法阻止，就是公部门。我现在在请问一下，我们那个律师啊，我们现在不是有那个人民组织，人民团体法，人民团体法，那像刚才那个他们就是说那个财团他们可以叫警察。那你我们成立一个协会，那我们协会可以叫警察？没有成立协会啊，现在成立，很久哎。如果像现在不是有协会了嘛，对不对？那他叫一批警察，我们也可以申请一批警察，不是吗？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当然都可以叫警察。他报警，你也可以报警啊。对啊，警察来了是靠采访。就是那个状况，我自己的经历过，应该在场正常都很多都有很多人经历过。那个状况就是，我们假设我们在缠斗，我们在推挤好了，我们跟工人或者跟保全在推挤，然后同时就说，好，你现在再碰我，我就去报警。然后对方也这样讲，然后警察就在旁边。当我们两边同时去报警的时候，警察会对我们说 ：“OK， 派出所在那边，你去派出所报警。”他叫我们自己走去派出所报警。我们事先就去报警。我一样的状况，我们一定都是事先先打电话叫警察来，知道说要冲突的话，一定是事先叫警察。他们对方也是。那对方如果现场报警的做法是什么？就是刚刚那个会长他们讲，警察就直接上铐带走，要不然就是转过去。就是两边都当没看见，然后继续让保全。没有，他说那个总经理还可以指挥。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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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士林王家就是这样。大埔没有，大埔是县政府。但是像是那个的士林王家啦、院里啦，就是这样，就是建商财团他指挥警察，就算不是直接指挥，也是他说什么，然后指挥官就听他说什么，然后去叫警察。啊，差别待遇有，我们去报警，警察叫我们自己走去派出所报，然后报还不一定会受理。那他们的状况是，他们只要在现场说，就是财团建商在现场说哪个人要抓，或者是他们这样子，或者说我们这样子不行，那警察就照办，哦，甚至就是把我们上铐带走，或者甚至他们不用讲，警察就会自动把我们上铐带走。那请问律师，那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到底是谁违法？我们常常在抗争现场，就很清楚了。就真的，这个真的有阶级性的问题存在，阶级结构的问题在里面。就是我们的警察基本上是一个资本主义架构为了资本家服务的结构性的一环啊。哦，真的是这样，就是说你越弱势，去越找警察去，他越不理你，他没有用。它真的是一个阶级的明显。那你说有没有违法？当然我们当然都主张违法，可是告一样是告警察，实践有见书啦，真的。不过院里对院里这个哦，那还有一个就是像院里这个，其实我们处分过四个，好像处分过四个。可是警方哦就很有趣，他们都是后功补前过啦。你前面他可以先打你一下，就打给民众看，说哎呀，我处分了，我有记四个警告，记个四个大，四个小过，这是一大过的无法。哎，他到年底的时候，他可以想办法记过。加工加回来。哦，那记回来的时候不会影响他的年度考绩。我们的警方的绩效制度是有点问题的，就说他前面可以做等票，我有惩处啊，警政署可以讲很漂亮，可是没有用。所以真的十件九件没有那，除非那还是我讲说司法也有啊，司法我们的检察官和法官不愿意去惩处警察，原因真的是，所以它是一个阶级性的、结构性的一个问题。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很好的方法去处理。像对啊，来柯P我们选他出来就觉得，张琪有用，对啊，谢谢啊。他道歉了啊，问题是道歉警察还是照抓警察，还是一样，对啊，警察还是照抓警察。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是不是我们就请就是这三位最后可以发表一下想法？那我们就是因为等一下要说是场地，但是大家都还可以就是继续私底下再问一些问题。我们先请会长。那个今天这个机会，我跟各位在分享我个人闯反通车的下心的感受。我觉得说能够参加一场抗争，是我爸爸妈妈没有白生我，我北京人，我能抗争这种参加这种抗争，我就跟乡亲讲，不然的话哈，哪一天我要走的时候，我会很伤心。
当然抗争以后，我觉得说人生做对的事情了，所以说经过抗争以后，我们真的是跟以前想法不一样，心胸开朗，除了为服务就是在服务，除了为土地就是为土地，就是这么简单，这是抗争的一个最大的心得。谢谢，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七年。其实我很高兴说真的，大家有机会真的去院里看一看。那这个英法律师好几次都被他们邀请，真的都很感动。那我也很高兴说在这七年里面不是真的通都是你，就是我们不是全输，全部都是挫折，总是会有一些觉得你看得到有努力有成果。我觉得在院里反光车是少数，当然也很幸运看得到是这样，最后还会有开花结果，会有一个协会在做这个再做继续的，我觉得是很重要也是很可贵的，所以真的欢迎大家去院里。不过最后一句话要讲说，当然不是说八年过了甚至于换一个政党，要人民自己要有觉醒，要自对，要觉醒，要真正在地的意识。那我相信这个对抗其实还是很远嘛，那大家还要继续努力，真的是这样，就不会只说政党的替换也不见得会比较好，就是大家真正要自己能够理解说那个，对，我刚才讲的更深的结构性的问题，阶级性结构性的问题，大家要去觉醒，要有更长的路要走，大家要互相。谢谢关律师。我想要分享一个小故事哈，因为我之前在艺文产业，那在五月底一个新标局，那因为抗争，我跟我先生整个工作停摆。那其实那个地方是一个木雕艺文空间，那其实有一个台北客人，他每个月都会来。那其实我们停摆了一年半，有一天他知道我在工地，他就是欧妈妈，他那天我拖尿怕，他拜托我回去，因为他知道我很忙，就是拜托我回去那里。那其实那个时间点是在当时相亲，包含本身我爸爸他绝食十天后没多久，因为他在电视上看到绝食，他很难过。所以我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回到我们新郊区那地方，他就在那两夫妻在等我，大概六十几岁，他那时候就哭了，然后他那时候拿了10000块给我说。我知道抗争很辛苦，这个10000块是要支持协会，但是他哭的原因是跟我说，他跟我道歉，因为他60几岁，他说就是过去他们在那个国民党时代下的恐惧不勇敢，才造就今天我们年轻人这么辛苦，所以他跟我道歉。然后他有三个女儿，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乐生，一个在当时的那个。另外一个他有去参与那个就是假的，就是只要像其他华光那里有那个抗争他就会去，所以他跟我讲他看到他女儿都那么辛苦，两个女儿，但是他支持赞成，然后但是就是过去他60几岁，他在那个背景下他的不勇敢害我们都那么辛苦，所以他们两夫妻特地来道歉。然后其实那一天让我很感动，可是也知道说我们就是我不能慢漠视，因为在没有参与抗争前，其实老师说我根本我打总统马英九副总统的下我根本不能在，因为在艺文产业里面我就是不食人间烟火啊，大家看叔叔也都公开心理公开生命美好，但是我是没差不能人心都没开过爸妈没人心，就是但其实那是错的。所以我在今天上一场是在6月，我们在院里在地的长老教会讲，但其实最后那个牧师他就跟他大家分享，他们在一起守内功，上帝讲的第几条我当然不知道，因为但是他说沉默是罪，是最大的罪。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常常真的很辛苦，真的很想哭，然后没有力量的时候，又想到那个父母。
那个六十几岁的爸爸他讲的那句话，就是他的不勇敢造就今天。所以我们今天再怎么累，就算我再怎么哭着去投，就是要参与选举要选里长，就算真的选上那一刻，其实欢喜一天暗时啊，隔天大概就是哭了，哇，往后日子要怎么做？其实真的就是，可是就是要更勇敢走下去，因为我们希望真的下一代更好，台湾更好，就是这样。谢谢。谢谢大家，爱玩超市频道的朋友们，感谢。那我们今天很荣幸，哲学星期五，那有这些工作人员帮忙，然后我们邀请到了那个愿意反公车义务律师团的高律师，然后还有愿意反公车自救会啦，现在是愿意海线一家亲环保协会的两位，对，那还有我们的里长，然后还有乡亲跟这很多声援者今天在现场，那感谢大家，我们这些非星期五今天就到这边，那明天也还有一场，谢谢大家。